我死你也死，真的有好果子吃。嗯，我要当上他了。是，你五级，想跟我打吗，凯隐？ 让我看看你的实力。不想交战。 我直接吃了两颗，回家可以护臂，可以法杖鞋，反正好一点。你们觉得呢？ 他没踢，那我还得上去一趟。关键是我不知道他有多少血。 真就一点不贪，我操！真就一点不贪，我接受不了。完了，赶紧来了！救命！来个闪现吧！ 呀！你好像能赢他，太能跑了，德国。正在开始第二局。 我的，哎，我这波状态太差了，兄弟啊！直接杀！ 他根本打不动我们，天哪！想逃？怎么可能？
我先走，我去打剑姬。那还要干。这把时光没给我升到16，可惜了。Shut down.你有这个本事吗？我有人呀。吓死我了，他买了个吸满了。过来去弄他，他凭什么带？太难了，哥们！怎么会剩这么多人？光，别惹我！五杀在哪，兄弟？只要开马路头就能拿五杀。上了一波吧，他不给就算了。五杀，五杀喽 ，nice， 没接上，不应该呀，他们没复活呀，没接上，我操，没五杀。